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哈，来参加今天的会议。那每一次的这个会议哈，都让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受益匪浅。那今天来参加伊克里的这个大会哈，那让我觉得说我们跟世界能够同步在进步。那在这一次会议中，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城市的分享，那也让我们对自己在执行中就更有信心。每一个人的这个成果，每一个人的这个做法都值得我们参考。